看看新闻网。一直低调恋爱的冯绍峰、倪妮二人现身上海，虽然工作十分忙碌，行程也安排得非常紧凑，但是身为上海人的冯绍峰还是忙里偷闲地带着倪妮一尝上海特色小吃。品完美食，不知道冯绍峰有没有顺便将倪妮介绍给自己的父母亲呢？我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一下我妈给我煮的饭呢、这个是必吃的。没有带倪妮回家，这个也不会告诉你的。虽然冯绍峰调皮的打着太极，但是从倪妮左手中指上戴着的硕大钻石戒指，也不难看出两人似乎离终成眷属不远了。三楼。